对于一夫高人的死后的世界非常非常重要。如果今天你用错了这个丧礼用的织布，你裹尸布用错了，那你的祖先当你过世之后，他们就不会认得你，因为他们认得你是要透过你身上的织布。台湾跟。 菲律宾的原住民族之间呢，不仅是在语言文化上面有长远的连结，经过了我们过去一段时间交流，发现有许多相似的经验跟挑战，这是值得我们彼此交流学习，也值得我们来发展一个相互支持的网络。再来，见识难倒带大家看见台湾，认识南岛。我们这一集的主题是。 南岛串联，也就是要把台湾的原住民祖先文化逐渐串联到我们隔壁的南岛国家去。这一次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近邻的菲律宾吕宋岛北部的伊夫稿这个区域跟族群。伊夫稿在一九九五年。 他的水田梯田景观被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登录为世界文化遗产。他所展现的生态智慧、传统文化，在在都吸引了世人的目光，甚至菲律宾人非常自豪说他们是世界第八大奇景。台湾的国立。 政治大学民族学系有一群老师，去和菲律宾的伊夫高大学合作，跟伊夫高区域的学术单位或 NGO 共同思考这个世界性的课题。我们来请到两位正大民族学系的老师来跟大家谈这个课题。 第一位是年轻的民族学系助理教授陈怡萱博士，他跟大家谈观光以及支部复兴的问题。第二位则是我们原住民的傣样政治大学民族学系系主任关大伟教授，他会从比较整体的观念来介绍一幅稿。 让我们了解我们近邻的南岛民族。我们首先请陈怡萱教授，请。 主持人好，还有关老师，还有在座的各位观众，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我在菲律宾伊夫高这边所做的呃研究的心得，还有田野的观察。那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是衔接过去，开展未来，伊夫高支部副镇与社区发展。 首先，先跟大家很简单的介绍一下台湾的这个南岛邻居伊夫高。伊夫高位在菲律宾吕宋岛的北部的山区。那伊夫高人他们讲的这一个呃话呢，是也是属于这个南岛语读当中的这一个马来坡尼尼西亚语系。在整个伊夫高省里面呢，总共有十一个直辖市。那这十一个直直辖市，因为他们有这种区域性的差别，或多或少语言上都有一些差异。所以在这边他们这个通用语是以这个图阿里为主。 在考古学家的研究当中，已经有证实了，就是在这个史前的时代的时候呢，台湾的原住民族跟在菲律宾的这个伊夫高人其实是有非常密切的这一个往来。在台湾的这个丰田这边所挖出来的玉石，其实在这个呃照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非常广泛的去分布在整个菲律宾还有整个岛屿东南亚。所以透过这样子的考古研究，我们可以去显示，可以去看到说，在台湾跟菲律宾两个地方，我们这边的原。 原住民族除了共享有语言上的一个共通性之外，他们在这个史前的时代也是有非常密切的一个海上的贸易网。 在这个岛屿东南亚的地区呢，因为在这个呃地理位置上的关系，在这边我们大概都共享了一些在这个殖民历史当中所共有的一些经验。在这个岛屿东南亚这边，我们碰到来自这个呃中国大陆的这个汉人的文化，然后来自印度这个、呃、次大陆的这个印度的文化，然后欧美的这个势力从这个东边而来，然后往南还有这个穆斯林的这个文化。所以大概在这个地带，我们除了刚才所讲到的，我们在 语言上有一些共通性之外呢，我们在这个历史的经验当中也遭受到了一些共同的这个殖民的经验。 在这边呢，我们的这个南岛民族，台湾跟这个菲律宾，我们其实共享了一些非常相似的这个衣服上的这个衣饰的文化。所以举例来讲，像在台湾的阿美族会穿树皮衣，然后在这个菲律宾的 c o r d i e r a 地区，在这个吕宋岛北部的山区，他们也会穿树皮衣。虽然都会穿树皮衣，不过他们的这个呃原料有点不太一样。在台湾的这个树皮衣是以构树为主，在这个菲律宾山区的树皮衣是以这个面包树。 为主，伊夫高人他们传统的服饰是以红、黑、白作为主要的这个三个三个颜色。那在台湾，我们可以看到，在泰雅族的社会当中，这个红、黑、白也是衣服当中很主要的一个颜色。虽然在这个织布的技法上面其实是有些不同的，在台湾的这个地区呢，泰雅族是用这种就是呃这个。 地级我们讲懂洞，那在这个呃伊夫高的地区呢，他们传统的织布的方式，因为在伊夫高他们住的是高脚屋，所以他们传统的织布方式是会将织布的那个工具把它绑在那个高脚屋的下面，然后将整个线这样子拉着，然后妇女坐到地上，用那个背部的那个呃。 张力去进行那个织布，那虽然两地在这个织布的工具上面其实是略有不同，不过它的那个原则大体上还是非常相似的。 在台湾跟菲律宾呢，我们的这个原住民的织布文化也都有一些共同的这个技术。所以像在这个呃照片当中所看到，就是台湾的赛德克族的、呃、他们的这个织布当中的挑织的技术，这样子的技术也会在伊夫高人的这个织布当中，他们也是非常广泛的运用这个挑织的技术。那当然这个图文是有一些差异的啦。所以像在这个伊夫高这边，他们这个挑织的技术主要会以这个编织这种呃动物的啊、星星。 啊，这种不同的图文为主，不过它的那个技术都是一样的。 不过呢，在伊夫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这个织布的技艺，那这个技艺在嗯、呃，台湾这边是没有的。他们伊夫高语讲这个 b i n o b o t 然后比较通用的是会用伊卡 a 来形容这样子的一个织布的技法。伊卡 a 这个字它其实是印尼文，那因为这个呃织布的技法其实是从整个岛屿东南亚开始呃互相的流传，那所以在菲律宾这边他们其实也习惯用了这个印用印尼文这个伊卡 a 来形容这个织法。 这个织法的特别呢，就如同我今天穿在身上，还有我所带到现场的织布一样，它的呃图文是在织之前就已经决定了。它的图文是在呃开始整经的时候，就会先将这个棉线拿拿去染，然后染了之后，当放到织布机上的时候，它的图文是已经决定的。接着要做的，完成织布的工序。 这个织布的一个呃工序，所以从最一开始的这个整经，然后接着到绑染，绑染之后再染色，然后染色之后再把它放到这个织布架上面。那这整个伊卡这个工序，它其实是非常非常繁复的，而且设计者早在那个开始染色之前，他们就已经对于内心的想要做出来的图案有什么样子，都已经要有很清楚的一个构想。那这个技术它是具有高度的这个呃挑战性的。 所以在伊夫高，当然一直到当代，他们都还持续的去实施这样子的一个技术。不过，他们也遭遇到了一些困难，就是因为这个工序其实是太非常的繁复。那所以其实也有一些年轻人开始就是呃，未必希望可以学习这样子的一个功法。 在伊夫高呢，他们的织布除了作为这种日常生活中的这个服饰的这个穿着之外，织布这件事情在伊夫高的社会里面也有非常重要的这个灵性上的这个连接。在伊夫高的这个文化当中，他们认为这个世界被分成六个世界。 那织布呢？它不是来自人界的技术，它是来自天界的技术。他们讲天界，讲这个 sky w a r l 叫做卡布 a 那所以对他们来讲，这个织布在他们神话里面其实是有两个一夫高人，有一个一夫高人啦，去这个天界，然后将这样子的织布把它学着，然后带到这个人间。 织布呢，对于一第高人的死后的世界非常非常重要。在他们的丧礼上面，他们会有一个这个丧礼用的织布，叫做嘎蒙。那这个丧礼用的织布呢，它有非常精确的这个就是嗯那、这个辨别的这个工序。所以从今天你的图文，然后你的这个棉线的数量，然后你这个布里面的哪边要留白，哪边不要留白，这其实都是去显示出来的你的社会接续跟你的位置。 所以，如果今天你用错了这个丧礼用的织布，你裹尸布用错了，那你的祖先当你过世之后，他们就不会认得你，因为他们认得你是要透过你身上的织布。那如果祖先不认得你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进到这个时候的世界跟祖先一体。这样子的就是织布跟这个连性之间的互相的连接，我们在台湾的原住民族的社会当中也可以看到一个共通性。所以，像织布在泰雅族的社会当中，呃，大家可能都非常耳熟能详。 那个彩虹桥的神话，就是今天在过去的泰雅族社会当中，女生要会织布，然后男生要会打猎，然后你才可以纹面。那当你纹面之后呢，你过世之后，你的祖先会凭着就是你脸上的纹面去辨识你，然后你才可以走过那个彩虹桥。我们讲那个红舞舞 在这个泰雅族的这个呃宇宙观当中，他们会用呃的迷论这个编织作为一个比喻来形容人的一生。所以，像今天如果是一个人过世了的话，他们就会讲马 a 的迷论，就是说这个人的编织已经结束了，上帝已经完成了这个人的编织。 那如果今天是有一个人，他的命运非常的多舛，他可能就是看起来怎么命都不太好，大家就会用一个话来形容他，就会说奈就是说这个人好像被上帝织坏了。所以编织他在作为一个比喻，他在泰雅族社会当中也是有非常重要这个灵性上的地位。在一九七三年，当时的菲律宾政府将巴纳维，就是伊夫高当中的一个梯田，把它率先登记成为是这个国内的重要的文化资产。 那以此为契机呢，就开始在巴纳维这个地方开始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开路啊，然后盖饭店呐、啊，在这边开始去呃。 试图将这个地方塑造成为一个区域性的很重要这个观光的中心。那跟这样子的观光互相伴随的，就是女性已经不再有那个心力跟余力去织补了，她们就会进入到这样子的观光产业当中，然后就成为去供给劳动力的一个人力的出人力的这个呃供给。 不过呢，事情其实也不是那么悲观的啦。在这个两千年之后呢，随着这个当地的 NGO 开始呃逐步的呃建立，然后开始去强调在伊夫高这边他们梯田的这个重新的复整。所以在两千零二年的时候，一个 NGO 拯救伊夫高的梯田运动，这个简称 Sitmo 这个组织就成立了。在两千零九年的时候呢，Sitmo 他们又进一步的跟呃菲律宾的大学合作，在 伊夫高这边成立了一个原住民教育中心。 在二零一四年的时候，刚才我们所讲到这个 NGO 成立了一个就是社会企业，叫做 i、e、f g a o Nation，呃 i f g a o 国族这样子的一个社会企业。那这个社会企业，他们主要就是由这个 Sitmo，由这个拯救梯田运动的执行长来进行一个经营跟运作。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支部扶正的运动呢，当地的妇女他们就逐渐又重拾这样子的记忆，然后也开始会试着想要去挑战这种已经被收藏。 藏在这个博物馆当中的织品，想要去附赠这样子的图文，在乌来也是一样，在这个一九九零年代开始，就希望可以去进行这个泰雅族织布文化的附赠的工作。那一方面是希望可以解决在地妇女的就业的问题，那二方面也是开始去重新去凝聚这个族群的认同感。那最后呢，在两千零二年，乌来的编织协会就重新的成立了。但乌来的编织协会呢，在我看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有意思的一个组織。 因为它不单单是复赠了过去的织布的功法，更重要的是它重新找回了那个人跟土地的连接。在先前的这种由美军或者是由后来的国民政府开始呃推波助澜的这种观光产业当中，那个人跟土地的连接其实是慢慢的断裂然后疏远的。但是像呃照片当中所看到，就是我们先前有一次的课堂，我们带学生去乌来，然后跟那边那个织女的协会有一些互动。 那织女协会的老师们就带我们的学生去到那个森林里面去挖那个鼠狼，然后他们也自己在他们的家里面种苎麻或者是种不同的这种传统的这个工艺用的植物，所以透过这样子的织布的复赠，除了去重新复兴这个工艺之外，对我来讲很重要，它其实重复去去修复这种人地的关系。 那在台湾跟在菲律宾的这个经验当中，我们其实看到南岛的社会有一些共同的经验。大概在过去，我们都可以看到，随着这种国国家发展的轨迹，女性的这个性别，在过去，他们其实是很重要的这一个编织的这个角色，然后帮家里人提供衣服啊，然后这个编织的织布，在社会当中也有很重要的灵性的连接。但是随着这个国家发展的轨迹，女性的这个性别的角色就慢慢的被边缘化了。 不过呢，在当代，我们在台非两地，我们所共同看到，其实是两地的原住民族都有一些共同的希望，可以去去殖民、去解殖民的努力。那透过这种织布的工艺的复振，它不但是重新的连接了这个人地的关系，然后也重新的去修复了这个社会的连接。那因此呢，在这两地的这个共同这种织布的复振。 对对我看来，我觉得它其实是很重要的这个社区发展的一个策略，试图去讲出个跟这种主流的观光的这种发展的政策不一样的一个发展的故事。最后给观众的一句话：南岛社会的连结不单在于这个共享的文化底蕴或是相似的殖民经验，更是我们与当代所共同面临的去殖民的挑战。唯有互相连结，才能一同衔接过往，走向未来。谢谢大家。 二零二零年的时候，呃，我们台湾呃在澳洲国立大学的学者洪晓晨老师跟他所属的团队，透过对于这个考古的这个遗骸的 DNA 的这个分析，认为在这个关岛这边的原住民哦，跟菲律宾吕宋岛北部以及台湾的原住民之间哦，有可能有很密切的血缘上的关联性。那换句话说，呃，这一支的这个迁移的路线哦，有可能是经过台湾、菲律宾到关岛。 各位朋友，我们谢谢陈怡萱教授。他不但用言语跟图像告诉我们一幅个当地社会的文化附振运动，也带来文化附振运动非常重要的产品，就是当地的织布。这些让我们想起台湾原住民族当中泰雅族。 非常精湛的织布技术如何被传承下来？接着，我们要请正大民族学系的系主任关大为教授，从整体的方向来跟我们谈一幅稿这一个我们旁边的南岛民族。我们请关教授。 主持人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达亚关大伟，来自新竹县尖石乡的泰雅族。那现在在国立政治大学民族学系以及土地政策与环境规划硕士原住民专班服务。今天很荣幸可以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台湾的南岛邻居易夫高。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呃主题，这个之下包含几个部分哦，呃，包含台湾跟菲律宾的关联性，易夫高的人地特色跟文呃梯田文化。 在当代发展中的一些变迁跟挑战，还有我们看到他们在保育梯田地景的努力。最后，我也想跟大家分享，我想要跟大家呃来说的呃一句话。那刚才于轩老师其实有跟大家谈过台湾跟菲律宾在考古啊、语言啊等等方面的关联性。我在这边做一些小小的补充，就是在二零二零年的时候，呃，我们台湾呃在。 澳洲国立大学的学者洪晓晨老师哦，跟他所属的团队曾经做了一个研究，透过对于这个考古的这个遗骸的 DNA 的这个分析，呃，认为在这个关岛这边的原住民哦，跟呃菲律宾吕宋岛北部以及台湾的原住民之间哦，有可能有很密切的血缘上的关联性。那换句话说，呃，这一支的这个迁移的路线哦，有可能是经过台湾、菲律宾到关岛。 那另外，我们也看到一些这种历史学的研究，啊，譬如说，在这个呃，原民会所出版的原住民族文献里面，我们看到，呃，曾经有一期的主题是谈这个从马尼拉到台湾，那这里面呃，包含在。 呃，台台史所的这个陈中仁老师哦，他写了几篇的文章，在谈菲律宾原住民的台湾经验。他指的就是说，在这个西班牙人殖民北台湾的时期哦，就曾经呃，在把马里拉这边的这个呃菲律宾的原住民呢、呃，带到台湾的北部来呃，修筑这边的城堡，或者是在这个。 呃，荷兰人在攻打北台湾的时候、啊，在进行这个防御哦等等的这些公式的措施。那也因为不堪劳役，有一些菲律宾的原住民哦，在北台湾就逃逸到这个山区原住民的村庄。那换句话说，我们看到在殖民的脉络之下。 其实哦，菲律宾跟台湾之间呢、哦，就已经有很密切的这种再度的这种往来。大家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是一九八六年的时候，在菲律宾发生的一个人民力量革命。那这个呃运动推翻了当时的这个独呃独裁的马可斯政权。呃，这个人民力量的革命不只是在菲律宾很重要，它在整个亚洲的民主运动的历史也很重要，它影响到呃包含台湾的民主化运动。那不只是如此哦。 在菲律宾呢，也因为这样的一个运动，后来诞生了1987年的新的宪法。在美国殖民时期，当时为了要管理之便，所以把还没有去改宗、去信仰天主教的人群呢，称为这个非基督化的部族。这个也就是后来成为今天的在菲律宾的原住民的这样的人群的分类的前身。 在这个过程里面，历史上经过了不同时期的这种名称的转变。那很重要的是，在一九八七年的时候，因为这个新的宪法，所以在宪法之中肯认了这个国家跟原住民族之间应该有一种新的关系，也肯认了原住民族的权利。接着，在一九九七年的时候，菲律宾就通过了《原住民族权利法》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法案。 那在这个一九九七年的原住民族权利法里面呢，包含了很多的关于原住民族权利的这样的论述。其中第三章里面在谈的是传统领域的权利，第八章在谈的是传统领域的划设跟承认的种种的程序，也都做了非常明确的规范。那这个样的一种呃权利的关系的演进跟做法，事实上都早台湾几年在进行在发生。 那我们看到很多可以值得我们进一步去对照、学习、相互参考的地方。那接下来我要谈一谈的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伊富高这个地方。伊富高的人群哦，主要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菲律宾的原住民的人群的一部分。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在菲律宾的吕宋岛的北部，也就是大家在地图上面看到这个绿色的地方，属于 Cordillera 的这个地方。那这个 Cordillera 是一个西班牙文，指的就是高山连绵的地带。 在这里面也孕育出跟台湾的山区非常相近的文化。譬如说，刚才宜萱老师有提到的服饰的这种颜色啊、形制上的关联性，还有在他们的传统的古调的吟唱，而、呃、称为这个 hood 也跟泰雅族的这个人们户有很多的这种相似。在他们的居住的这种建筑有高脚屋，在他们的这种仪式性的行猎手的行为，跟台湾很多原住民族也很相近。 在菲律宾的吕宋岛北部，就是科利拉，特别是伊夫高的这个地区哦，有大量的这种早期的这边原住民所开辟的这种水稻的梯田。那这里面显示出了人群跟土地之间密切的互动，展现出来的这种土地利用的智慧。所以在一九九七年的时候、哦。 呃，经过的这个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的登陆就把这个地方的这个几处的梯田，包含巴纳维、马悠悠、吉安安跟红段的这几个地方的梯田哦，登陆为世界文化资产。那事实上，对于这个地方的这种农业的的活动哦、啊，很早期哦。 就有这个人类学者在这边进行研究，哦，其中有一位叫做这个 Harold Conklin，呃，被誉为是这种早期的很重要的先驱的这种生态人类学者，就曾经在这边做研究，在这个吕宋岛北部的山区，他特别去记录了完整的一夫高这边的这种梯田的分布，他也绘制了完整的一个这种一夫高的梯田的这种民族志式的地图。 我们也看到，在这个伊夫高的这个梯田里面，它的地景是属于一个动态，因为在一年之中，不同的季节都会有不同的耕作的周期。这些耕作的周期呢，随着呃记忆而开始，呃去启动这个插秧、饮水的这样的仪式，然后进行耕作。 去让不同的地方的这些梯田，不同的地主的梯田都能够有一致的这些行为。所以这些仪式本身，除了有它的象征的意义之外，又有它生态学上的意义。我们也看到，像是收获等等的这些呃仪式哦，也作为一个这种耕作的周期的结尾，为一年中的时序时序去做定位。除了耕作周期的动态之外，我们也看到在伊夫高的梯田里面。 实事实上，森林跟梯田之间是可以转换的。那换句话说，那个属于个别的地主的梯田跟这属于公共的森林之间呢是可以进行转换。譬如说，这个森林呢属于公共的，但是如果有一个这个呃很有财富、很有地位、很有能力的人或家族，他要去开辟更大的水田，他可以做这件事情，可以把社区的森林转换成为这个私人的梯田，但是他必须要大宴宾客。 要去宴请这个部落中的每一个人。那换句话说，他要把他的财富分享给大家，然后他重新去转换这个呃权利的形态。如果生在这个梯田的使用哦，已经这个呃不再需要了，那这个梯田又可以转换回生理。那换句话说，它是有一个动态的转换的过程。也就是说，没有什么权利哦，形态是最好的。私有的的财产的权利有它的重要性，集体的财产的权利也也有它的重要性。 那没有哪一种是最好，而主要的重点在于说如何在适当的时候做权力的转换。这种动态的地景跟权力的转换，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哦，就是他们有一个这个设施叫做哈嘎比。这个哈嘎比是在高脚屋下面的这种休息的一个这个呃木质的一个躺椅，象征的是这个这家主人的财富地位。通常这样的一个这个高脚屋要从远处的森林去取特定的木头。 那如果你要去取特定的木头，从森林中带回来，你要请人来协助你，然后带回来这个木材的沿途所经过的每一个部落，你都要宴请这些部落里面的所有的人。这同样是一个例子，就是你要有你的财富地位的同时，你要把你的财财富，把你的这些资源分享给大家。那我们看到在当代的发展中，事实上在这边的这个人群也面临很多的这种变迁跟挑战。 譬如说，一九七年代政府的观光发展计划带来了大量的这些观光的旅馆。那在同样的这个一九七年代、八零年代哦，也引进了绿色革命，带来了这种新的这种稻作的物种。呃，在这个地方过去的传统的稻米是一年一货但是绿色革命引进的物的这个稻米是一年两货那这个新的物种需要有这个农药、肥料，所以最多这些化学的农药、肥料也被带进到这个地方。 政府也引进这个瓜牛，引进鳝鱼，希望能够补充当地人们需要的蛋白质。但是这些鳝鱼就变成了是在这个水田中挖洞、破坏这个梯田的很重要的一个元凶。 所以我们看到，在二零零一年的时候，联合国将一副高的梯田列入濒危的文化资产，因为观光的活动，因为绿色革命带来的新的这些生产技术，使得这边的的过去重要的这个梯田的地景大量的毁损。二零零二年的时候，一副高的政府在这边成立一个一副高水稻梯田及文化资产办公室，当时政府的做法是透过经费的补助。 补助农民去继续留在他的土地上去进行这个传统的稻米的种植，但是他却带来一个负面的效果，也就是原本过去遇到这个风灾等等的情况去进行梯田的这个呃修复的时候，这个是每一个人自己要去做的事情，但是现在是因为政府的补助要做，所以当他的梯田毁损，他也就等着政府的补助来，什么时候来，我们什么时候再去修复这个梯田。 那后来我们也看到一些另外的做法，譬如说有一些国际的保育组织运用市场的机制，把这个呃当地的这种传统的稻米贩售到马尼拉或者甚至在这个呃美洲这个呃加州呃等等这些地方，那希望用市场的机制去鼓励山上的农民去转回去种植他们的传统稻米。它同样带来副作用，那个、副作用就是在市场中。 能够接受的这种稻米的口味啊、呃、有限。事实上，在伊夫高地区有大概五十几种不同的这种呃传统的稻米的品系，但是在市场中能够接受的只有两三种。这些参与这样的这种市场机制的计划的农民，于是就将过去的五十几种的稻米的品系都放弃，只种那个两三种市场可以接受的口味。换句话说，它反而带来了这种生物多样性被减损的这样的一个副作用。 我们也看到一些其他的努力，譬如说在在地的这个组织哦，刚才宜轩老师有提到说，在两千年左右成立的这个拯救伊芙高梯田的组织，他们的做法又不太一样。他们考量到过去的梯田的文化，其实就是一个分享的文化，就是一个你有能力有财富的人要照顾到村落里面其他有需求的人的这样的一种文化。那所以呢，他们的这个。 呃，要透过经济上面的收入去鼓励大家重新回去种植的同时，他们发展出像是户外的博物馆的这种生态导览，他们发展出跟学术单位合作，把梯田当作是一个文化生态教育的基地。譬如说，在这边透过这种仪式的举行，作为学生的这种参观导览，或者是懂得编织的人进行编织，懂得歌舞的人组成着歌舞的团队。 那也把这个小学的周边的这些空间重新再活化利用，把考古出来的一些这种物品，或者是编织的教室放在这边作为小学课后教育的场所。那换句话说，不只是单一的这个拥有土地的农民可以在这个呃梯田的富裕的过程中受受益，所有有各式各样的能力跟技艺的人，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都能够得到照顾。 那过去几年，在我所属的政治大学跟呃美国的这个 UCLA 跟呃夏威夷大学以及菲律宾的伊夫高大学之间开始有一些合作。我们不只是在学校之间合作，我们也鼓励支持我们的，譬如说在台湾的泰雅族的部落跟菲律宾的社区签署合作的备忘录。我们也支持菲律宾的这个伊夫高大学跟在地的大呃中小学合作。 跟社区合作，让拥有传统知识的这些知识拥有者去跟大学合作，去编纂教材，然后进入到这个中小学里面，让中小学老师去进行这种传统知识的教授。我们在二零一九年的时候，邀请这个呃伊夫高的这个 SIMO 的组织来到台湾，到譬如说到环山部落去交流他们怎么样在发展观光遇到的挑战的这些经验。我们也邀请。 台湾的学生以及部落的族人到义福高去参访，他们怎么样实践他们原住民知识教育的工作？在疫情来临的时候，虽然没有办法双方互访，但是我们持续去进行线上的这种座谈。我们举办了关于教育、农业或者是这种防灾等等的议题的讨论，把双方的学界、官员、社区能够拉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去进行经验的交换。那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句话。 是这样子，就是过去台湾在谈这个呃原住民的这种呃权利的经验哦，常常是展望美、奥、纽、加。我们最近在谈这个南岛，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夏威夷，看到的是这个呃更远的地方。但是事实上，在谈原住民族的这种去殖民的经验，在谈我们的南岛的大家庭哦，菲律宾其实就在我们的旁边哦。过去可能是那么近，但是又那么远。今天我们看到台湾跟 菲律宾的原住民族之间呢，不仅是在语言文化上面有长远的连结，我们也看到在当代的发展脉络之中，经过了我们过去一段时间交流，发现有许多相似的经验跟挑战，这是值得我们彼此交流学习，也值得我们来发展一个相互支持的网络。所以，希望在今天的分享之后，也能够让大家对这样的一种。 呃，经验有更多的认识，大家一起来支持台湾跟菲律宾的原住民之间的交流参访。谢谢大家。<laughs> 我记得老师曾经提过一个概念呢，我也趁这个机会提出来，就是我们要组一个南岛国家队。呃、就是说我们台湾呃有一些不同的伙伴，大概都做过或正在做一些努力，但是可能个别的力量都不够。 哦，那把各种的，不管是学科的也好，或者是呃不同的地区的、不同的族群、不同社区的力量集结起来，我们可以在整个这个南岛的串联上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各位朋友，听完我们带样的。 关大伟教授给大家说明，就只隔着巴士海峡，菲律宾吕宋岛北部的伊夫高这个区域跟我们的类似性，和跟我们的差异性之后，大家是不是会觉得，哎，其实还蛮有趣的？ 远亲不如近邻。我们跟菲律宾之间的关系，其实透过南岛民族的串联，是可以得到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结果。年轻的于谦教授呢，则在一开始就用织布、妇女以及观光。 所衍生的影响和当代社会之间的关联，告诉我们，在伊夫卡当地的阴影之道有好几个不同的处置方式。那回过头来看我们台湾呢，我还觉得蛮有意思的。我要先请教年轻的宜萱。嗯 从你谈的这个殖民、现代化、观光这些重点里面，我们来看菲律宾不是没有问题，他们也面临过问题，可是他们解决的办法，和我们看到的乌来，也是正大民族系一直在做的乌来，彼此之间有什么可以？ 互相借鉴之处，不一定只有他们做的，我们借鉴他们。我们似乎也有某一些东西是菲律宾可以借鉴的地方。我想两个地方的发展经验其实是蛮蛮相似的。那我我自己其实在看两个地方的这个呃织布的复盛的经验的时候，我还比较呃惊讶的是，其实伊夫高那边他们很快就开始成立了一个社会企业，然后将这个事情把它。 呃，转换成为一个金钱上的一个资本。那举例来讲，就是呃，我有一个朋友，台大人类学系的那个杨小洛博士候选人，我们有在聊天他就跟我说，其实他们在疫情期间，在疫情期间，啊，一副高他们那边遭受到了非常严重的这一个经济上的打击，他们买不起米，因为像刚才关老师在报告当中所分享的，他们现在那边其实已经很少自己人在。 比较少自己人在种米了，那当疫情来的时候，你没有了现金的收入，这个时候你就买不起米，所以那个时候，这个 i f g a l Nation 这个社会企业，他们就将卖布的收入转化成成为是买米的钱，然后就将那个白米去发送到每一个家户。那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社会企业的时候， 他看似是在这种所谓的贩卖文化，但是实际上他是将这个金钱的资本转换成为社会的资本，然后进一步去共同照顾他们的这个主人，嗯、甚至是文化资本。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那这这个在台湾就比较还没有看到，不过呃，我说在乌来啦，当然我知道可能别的地方有这个支布作为社会企业，那不过在。 台湾在就如同刚才那个嗯刘老师讲了，在乌来这边他们已经开始跟大学合作，所以像我们正大在这个汤金平老师跟王亚平老师的带领之下，嗯嗯、我们有在那边进行一些科技部的计划。那透过这个大学端跟这个社区端的合作，其实我看到有一些培力的新的可能性，像是包含就是将这样子的一个记忆传到跨族群以外，有一些汉人的学生也开始学习。 然后有一些这种呃社会实践这个课程，这个部分在菲律宾就看好像是还比较还在发展当中，也有，嗯，所以我想两边的经验虽然有相似之处，不过也有一些不同的发展的轨迹，那或许是可以互相接近的。所以，我们其实可以提供，嗯，我们做的东西是他们没有的、嗯、哪一个部分，嗯、所以像这样的概念，其实在中部的。 泰雅的朋友有没有大陆，他也是一辈子在从事这样的工作，然后从学习到如何从博物馆的藏品里面进入了传统的织品体系，嗯嗯，然后再从传统里面增加新的元素，因为没有传统是不变的啦。 因为没有一个传统是定着在那里就不会变动，不可能的。因为世上文化从来没有间断它的变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就要跟关大伟教授谈一谈。关大伟教授谈的这个非常有趣的，尤其是一夫稿，在处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的这个。 世界文化遗产的这个概念，台湾其实当然就被排除在世界文化遗产之外。但是台湾其实也有非常清楚的，花莲阿美族在富里，清楚的做了一个吉拉哈爱的水田文化景观。其实我们知道，水田传入阿美的社会。 其实顶多也不过两三百年，但是两三百年已经足够形成生态、文化等等知识结合的整体文化传统。所以，同样，我们也有可以彼此提供借鉴的地方。那现在，花莲他所在的富里。 跟旁边的池上，一直到北边的玉里，这一个大的区带是台湾最重要、最重要米的产地，而且是所谓的无毒、没有这些外力干预的米的产地。我们所有的人都会想要买那里的米来吃，所以我们可能在台湾的。 消费习惯跟市场里面，我们也有某一些可以给菲律宾做一些借鉴，同样的一个办法，是不是？请关老师谈到说，假若都像这样，台湾在面对农业人口跟聚落人口逐渐老龄化的这个现象的时候，我们怎么做可以跟菲律宾？ 取得彼此的经验，是谢谢刘老师。我想这我分两个层次来回回应哈、哦。第一个就是我刚才在结尾的时候有谈到说，希望大家来支持我们呃台非呃原住民族之间彼此的这种呃交流啊、参访啊、合作哈、哦。就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刚才刘老师讲的，从过去到现在一一直这样的互动的历史。那在这里面，我先谈我在菲律宾看到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哈、哦。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保存的不是那个。 固定不动的地文化地景，<laughs> 而是要去想想那个地景背后的文化是什么，是什么文化塑造的那个地景？那文化中重要的东西是什么？那第二个就是说，呃，那个当代的再脉络化很重要。好，就是说过去我们可能没有观光客这个东西，那我们今天怎么样让观光客的出现是变成符合我们在我们觉得重要的地景文化里面的分享这件事情？ 去创创造一些呃能够增加收入又能够在内部分享的机制，所以这个重新再脉络化，包含工薪的工具、新的技术，也可能在当代被赋予大家认可的意义。那第三个就是集体的诠释，好、哦，大家怎么去选择哪一些东西是好的？我们也不一定所有东西都要留下来，什么东西不要了？好、哦，那、啊、什么东西我们可以重新创造？那个集体的诠释也很重要。是是是这是我在看到他们的经验，可以让我们去想想。 我们的经验的部分，我觉得台湾相较于菲律宾，呃，相对而言，菲律宾的政府的跟对跟地方之间的这种力，呃呃，行政的执行的力量是相对比较弱的。 嗯，台湾的政府的这种执行力是比较强的，哦<的>，是一个强政府的状态。<laughs> 台湾的大学的资源是比较丰富的，嗯，嗯那所以透过政府里面很快的政策的回应跟资源，透过大学的这种合作去进行的这些工作，哈，我们看到台湾相对而言是比较比较有有力量的。那当然，菲律宾有一个特，也有它的优点，就是说，因为他们的相对的弱政府，呃，所以。 那个 NGO 很强，我那个在地组织非常活跃，哎、对对可以看到是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哦、哎啊，这个是可以相互学习。老师刚才提到说，那个呃，台湾也发展的很好的这种农业推广的组织，哦，譬如说台湾的农会。哦、早期的农会，我觉得菲律宾土地的改革的的相对比较不成功，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也曾经把土地。 还呃交交给那个个别的,的过去的佃农，<对>可是后来又重新集中到地主的手上，<laughs> 因为譬如说他们过去种蔗糖，那你只是把地交给地,地过去的佃农，但是那个蔗糖的机器啊设备还是在过去地主那边啊，<laughs> 那久而久之最后还是会地土地又集中回去了，可是台湾在做过去这种比较小型的社呃农村社区的这种农业推广。 呃的，然后技术的这种转移啊等等，相对是比较成功的。是，是呃，一些社会企业的跟这个方面的结合，跟市场结合，也有相当不错。老师，您刚才提到的这些成果，所以我觉得这几个部分大家相互来交流学习。我记得老师曾经提过一个概念呢、啊，我也趁这个机会提出来，就是我们要组一个南岛国家队。 哦，就是说，我们台湾大概每呃有一些不同的伙伴，大概都做过或正在做一些努力，<对>但是可能个别力量都不够。哦，那把各种的，不管是学科的也好，或者是呃不同的地区的、不同的族群、不同社区的力量集结起来，我们可以在整个这个南岛的串联上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嗯，希望这个原住民族委员会、行政院都听到。 关教授刚刚讲的这一句话，我们是有能力组织一个南岛国家队的，要集合台湾学者和中央研究院大学学者和中央研究院学者的力量，有一些是我们的强项，我们是可以到我们隔壁的菲律宾，稍微远一点的印尼，甚至太平洋。 的各个岛国去展示我们对于南岛的知识跟力量，这样才是真正我们能够说。刚刚余轩的那张图，所有的南岛民族似乎都是从台湾出去的嘛？不是只有人种，不是只有语言，其实包括观念，包括现在对于南岛的。 整体考虑，我们台湾其实都站在一个高点的位置上的，所以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我们今天听到两位从国立政治大学民族学系参与了和菲律宾北部以赴卡区域合作的学者来谈。 他们所观察到的菲律宾，所观察到的伊夫搞社会，和伊夫搞现况，可以跟我们彼此互相借鉴跟交融的地方，这的确是值得我们拉拢国内的学者一起往南走，一起去看南岛的社会跟我们的关系。 不止菲律宾可以往南到马来西亚、到印尼，甚至太平洋的国家去。假如这样的观念成型的话，而且有做的话，未来我们跟南岛的关系一定不是像现在只是政治上的关系，还包括更深厚的文化关系。答案：见势南岛，我们下回见。 南部中海拔山区的台湾、鲁凯，应该是传承了史前卑南文化人利用石板的技术，发明靠山坡、前坡长、后坡短石板屋，坐实了住在山坡上的人这个称号。从我们的石板屋跟我们家庭的成员如何去经营一个家，就像我们的石板屋有公石跟母石，就是家庭的伦理到部落伦理的治理的哲学。